我开始激烈攻击啊！你都是打歪一边，所以一开始就哦，你看都拢磨地板了。那这如果跟人家攻击，就很容易被打掉。这是龟壳的，你的是不是龟壳的？不一样，你的是龟壳的。哇，这是旋风陀螺爆裂时代。今天这一只叫什么名字？叫阿巴迪要不要？这一只叫做万象宙斯哦，万象宙斯哦，对决的这个是地狱三头犬哦，哦，飞翼地狱番犬，红色的是地狱番犬，黑色的是万象宙斯。那明天再派出天翼战神。3、2、1，哇！攻击，攻击他！枪哇，进入了一个回旋。哇，红色的哇，还加速攻击。Yeah， 加速攻击。这一次吴心翼被妈妈打败了。哇，枪枪枪枪枪枪！哇，妈妈打哦，原来是吴心翼打败妈妈的。是我的。好的。Hello。哇。吴心翼的还在旋转，你再玩最后一次吗？嗯，先休息了，太晚了。哇，快十点了耶！哇，快十点了耶！嗯，那你无改个最后fight一次哈？不过我都有赢了。好，赶快组装，跳跳，哇，跳跳可以了，准备。好，预备，3、2、1，咻哇！他在那个加速旋转攻击圈，哇！经过那个旋转攻击圈的时候，还会有一个加速的状态。超级无敌战斗陀螺擂台，哇！这个真的是太好玩了吧？嗯，我要帮妈妈处理。哦，你要帮妈妈也发射一个啊、哦？嗯。哇，这个万象宙斯旋转很久很久。那这个不行了。